要开始学这件衣服，我会从那个衣服的制图开始教起，因为我发觉很多那个编织喜欢编织的初学者都不会算针，那我们就从制图算针教起。一般正规来说，编织的第一步是要量身，然后制作圆形图，还有算身上的针数。但是很多的朋友一想到要量身，还要算针，还要制圆形图，大家都止步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教大家最原始的方法来算针。那首先你要准备一件这种 T 恤，然后准备 T 恤的时候，我们要记住这个袖子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不要找那种有划圈的，找正规的，因为正规的一般来讲，我们量这个肩膀量出来之后，稍微往里退两公分，它就是我们标准的肩膀的那个衣服的圆形图的那个针数了。好，那一开始我们先量这件衣服的宽度。好，我们这件衣服的宽度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腋下的这个地方开始量起，到这一边，我们这边把它拉平，不要让它揪在一起。好，我们把它拉平了之后可以量，从这边到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到这边47公分。好，47公分，我们这一张圆形图拿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记得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上47公分，我们待会算针的时候才好算47公分，这边也是47公分。好，接着我们要算的是肩膀的这个地方，肩膀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把衣服拿过来，肩膀的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用卷尺从这一边的肩线量到这一边的肩线，这边拉直。好，从这边的肩线量到这边的肩线40公分，40公分的话，我们减掉这边2公分，我们减掉这边2公分，这边2公分，就变成36公分。所以肩线这边，正常来讲，这边肩线就变成36公分。但是36公分，我们要减掉什么呢？要减掉我们衣服这个螺纹的宽度。螺纹宽度的话，我们一般来讲，有时候定2公分，有时候定3公分。那我们这一次，我们就用2.5公分好了，2.5公分就31公分。就减掉5公分，两边这边2.5，这边2.5，就变成31公分。我们肩膀的这一段就31公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定衣服的长度。一般来讲，这一段袖子的这一段，这一次我们不做引反针，肩膀我们不做斜的，因为第一次教，我先不教大家做斜的。下一次我们教 V 领的时候，我再教大家怎么做斜的。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这一段的长度。一般男生来说，他的男生要的这种长度大概都是23公分到25公分。好，女生的话大概是19公分到22公分，甚至到23公分，有时候比较胖一点，手比较粗的可以到23公分。但是我一般来讲，女生我取决的时候，我会取决于22公分。那我们这一次织，因为是女生，我帮女生织的，所以我取决在22公分。好，然后接着衣服的长度呢，那由自己决定，因为有人喜欢穿长的一点的，有人喜欢穿短一点的。那我们就以我这现在要织的这一个人，他的衣服长度他大概喜欢的是62公分。我们这样子来算，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一段的长度。我们螺纹这一段，因为我后片要织的是那个比较长的螺纹，前片织的比较短，所以我会前后片螺纹不一样。我后片螺纹会定10公分，前片螺纹我定7公分，大概这样子的话看起来比较不会怪异。好，那我们就算它的长度，因为它喜欢的是62公分的，然后我们就来算62公分减掉我们要减7公分。好，那就是55的话，我们这边又有一个22公分，我们可以看到22公分的腋下这个袖子的肩膀的这个袖子的这边的长度20公分，我们再减掉22公分。好，我们就知道这一段我们要预留的是33公分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要算肩膀这边，肩膀要保留多少，领子要保留多少，我们就以31公分来讲，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算法，我们就用31除以4，除以4的话 7.75， 我们肩膀我们就算整数8公分。好，两边都8公分，前后肩膀都要一样
的帧数，才到时候在做结尾的时候才会才不会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怎么搞帧少了。好，留了八公分，我们原来这边要预留31公分，我们就减31公分，减掉8公分8公分，就16公分，减掉16就15公分，我们衣领这边预留就留15公分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就要算这个肩衣领的这个地方的高度，衣领高度一般来讲固定2公分。好，这边前领的这种高度，从这里到这边的高度，好，这边一般来讲可以到7公分8公分，甚至要看自己喜欢衣领的大小来决定。那我们这一个衣领的呢，我们定9公分。好，定成9公分，那这样子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衣服的尺寸就已经出来了。出来了之后，好，我们的衣服尺寸已经分配好了之后，接着我们就要织一片这种就是衣服上主体花样的那个10公分见方大的这种花纹出来。那我这一次接着我要织的花纹是这种新的花纹，不喜欢这种花纹的人也可以自己改变别的花纹也同样。然后接着我们织好了这种花纹之后，我们用尺来量10公分的那个针数，我们这边是9针，这边9针，中间这个是1针，就是9、19、9、28加1针19针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这边10公分的它的针数是19针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要看行数，行数我们同样把尺直立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它从这地方到这边，我们算这个延长针的，因为延长针一针就是两，这个看到的一针是2针，那我们就可以算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、24，这边还有一个半针，就25行。好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边是25行，10公分见方也就是19针25行。然后接着我们就来算针，我们先算这边的衣服的宽度上的针。好，我们47公分，47乘上我们针数，我们这边针数19针，10公分也就是1公分是1.9针，也就是2.5行。好，我们这样子出来之后就好算了，47公分我们就知道47，我们就用47乘上1.9，因为我们算针数，所以是89针，这边89针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要两边缝合，所以要加2针，就变成91针。好，这边也是91针。到这边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31公分，我们乘上的是同样1.9针，好，就是58.9针。那我们算59针。好，我们这边59针算好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把下面的针跟上面的针相减，我们用91针减掉上面的59针，等于32针除以2，也就是我们这一段我们要减掉16针。好，左右各减16针，这边好，接着我们要把肩膀的针数算出来，我们这边肩膀的针数是8公分，8公分我们乘上1.9，就是15针，这边我们肩膀留15针，这边也是15针。好，然后就是衣领的针数，我们这边总共59针，15、15减掉30针，好，就是29针，衣领这个地方29针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行数，我们这边是22行，我这一次我不让大家做肩膀这边做那个引反针做斜肩，就直接织平的，因为第一次教大家算这个的话会比较复杂，我们下一次教肩领的时候，也就是 V 字领的时候，我们再教大家算这边斜的。我们这边22公分乘上2.5行，也就是55行，55行我们算56行，因为为了织回来方便，好，我们就算56行。然后这边33公分，我们同样乘上2.5，82.5，那我们就算82行。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这边一多的，就算到上面去了，就是82行。
这边写错，这边是56行。然后这边7公分，我们只要，因为我没有织这一段的螺纹，所以我没有去算这边几行，我们到时候量量7公分，这边后片的我们量10公分。那我这边我用的是8号针，好，8号针呢，也就是我们这边的4.5咪咪的针数。衣身部分主体部分我用的是10号的针，十号针的话就是5.1咪咪的针毫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接着我们要算的是这边的收针，我们这边前片也跟它一样，跟后片一样，这边15针，好，这边也是15针，中间这边我们留的是29针，好好，还有这边我们这边还没有算到，这边9的话，我们乘同样乘上2.5。好，从你乘上 2.5， 它就是22.5行，我们算22行就够了。好，0.5我们就不去管它。然后接着我们来算这边，看腋下衣领我们这边要怎么收针。好，我们这边收针的方法呢，16针我们除以3，我们一般来讲新手我们不会算，我们就用16去除以3，除以3的话会变成那个3，那个16针除以3的话会变成5，然后剩下一针，然后我们这边剩下一针的话，我们就用把这一针加到第一个收针的，也就是2-6减一次，这样子我们就16针就只剩下减掉6针，剩10针，我们10针这边收的话，我们就用321的方法，也就是2-3一次，2-2一次，这边就是5针了，就是第二个了，然后剩下来就是2-1减5次，我们这边针数全部都减完，减完之后我们只要算算看这边会用到几行，我们这边呢会用到10行，这个2行，这个也是2行，这个也会用到2行，那就是16行，我们这一段呢56行，我们这一段是56行，我们减掉16行，就剩40行。40行，我们知道这边收完针了之后，我们再织40行，这个袖子就完工。好，好，衣领这边2公分的话，我们是五，等于是5行。5行的话，我们用6行，这样比较好分那个算针比较好算。好，我们这边会减掉4针，这边减掉4针，那我们剩下来就在中间，所以4针4针，我们就8针，8针的话中间留21针。那记着圆领的时候，这边我们只要用别针那个把它别着就好了，不要把它收掉，因为圆领的话收掉衣领会很紧。那所以剩下来的话，我们这边要减掉4针，我们就先2行，然后2-2减两次，这边就4行，2行就刚好6行，然后针数也刚好对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2行，然后2-2减两次，我们这边衣领就结束了，等于这边也是跟这边一样，40行，然后2-1减5次，2-2减一次，2-3减一次，2-6减一次，这是新手不会算针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种最简单这种方法算就会简单了。前面的这边也是一样，40行，从这边到这边40行，然后2-1五次，2-2一次，2-3一次，2-6一次。好，这边也是，这一段也是40行，然后2-1减五次，2-2减一次，然后2-3减一次，2-6减一次。好，然后接着我们要算这衣领的，衣领这边的话29针，我们要在衣领这边减掉29的话，我们可以算29，我们除以3的话，它会不够，会变成9针，就是9×9=18，9×3=27，27的话，我们9针，我们中间留11针。好，我们这11针也是用别针别着，不要收掉，到时候织衣领再挑起来，然后剩下来就是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这边的话，我们同样这边9针，我们同样分成3等份，9的话除以3就变成
三针，我们就分成三针，那就很简单，就是二减三一次，啊，然后二减二，我们减一次，可是这边会变成二减一再减一次啊，那我们就把它放到上面去，就变成二减一减四次，好，那这边就出来了，我们可以算到四针、五针、六针、七八九，就刚好这边针数减掉。那我们要算算看这边的行数，这边是八行，两行，两行。就十二行，十二行的话，我们二十二行减掉十二行，就十行。所以这边织完了，那个收完针之后，我们再织十行，就是一领就出来，就是十。我们看看十这边二十，就二十二行。这边也同样八行，那，这边十行，讲错了，这边是十行，同样跟这边一样，然后二减一。减四次，二减二减一次，二减三一次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减针的方法。我们等于这一整件衣服都算出来，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我们这边螺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螺纹是双数的，但是我们这边上面是单数，所以我们这边螺纹起针的时候，记得要起九十二针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再减掉一针。好，这边也是。九十二针，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减一针，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教大家怎么织这一件衣服。接着我们就来起针。那这件衣服我起针，我用弹性圆边起针法。如果不会弹性圆边起针法，也可以使用自己的随便钩针啊，或者是传统的都可以。那我还是教，我习惯是织弹性圆边，所以我还是教弹性圆边。那一开始弹性圆边的话，我们这边九十二针。一般来讲，这个棒针的话，然后都可以起到二十针。一般来讲，一根棒针我们大概起二十针，当然也要看线的粗细，线越粗起的就少，那线细的话，它起针起的就会比较多。好，我们起针的话就开始算二、四、六、八。因为九十二针的话，大概再多半根棒针，好，到这边的样子。好，因为我们这边是分开的，所以我们不用缝，然后这边才是用缝的。这边缝的话，我们要从这边挂线，所以我们这边起针的线不用太长，只要够打结这样就行了。好，我们同样手打开，棒针压下去，食指往前转，然后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。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接着我们是第二步、第三步重复。好，我们再来开始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好，再来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。食指还原归位转，好，再来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再来，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。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法起九十二针，八九九十九一九二。好，我们起完针之后，我们第一行、第二行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我们第一针是下针，我们织。线绕到前面来，第二针上针我们不织，直接挑过来，然后线从前面绕到后面，再来下针织，好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我们第一行、第二行都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。我们把这两行织完，然后再来改针。我们先把这两行织完。我们这边是第二行下针织，上针不织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。好，最后一针上针我们不织，然后到正面来，到正面来，我们第三行开始上针也要织，下针也要织，第一针下针织，然后上针也要织，下针也要织，好，上针也要织。我们现在开始就是上针也要织，下针也要织，我们总共要织多少呢？后片要织十公分长，大概以我的手劲来讲，我的经验来说，大概是二十四行到二十六行，要就可以十公分。那前片的话，大概是十六行左右，
我们先把前后片的螺纹织完，好，织完之后我们再来织衣服主体的部分，然后同时我们还要算一下衣服花样，衣服那个身上主体的花样要怎么样分配。我们先把这边的螺纹织完。